介绍这个，这是德国毛瑟枪，它的扳机就是德国原装。好了，把它压住，这个这是德国厂的装甲，装满甲是24瓦左右。杀力是强大厉害，它的直线距离能达到200多。当今这个社会上有这，够了，我实在变不下去了，我实在变不下去了，不错。